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杜维明先生为我们讲那个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然后杜维明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以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然后他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研究教授以及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并且曾经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然后我们非常有幸请杜维明先生在我们今天的哈佛茶会然后做这个关于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的报告。然后请大家有麦克风没有？没有。我这样讲话大家可以听到啊。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这是临时安排的一个交流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学习吧。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我在1981年从波克兰回到哈佛，那么从1981年一直到2010年都在这个哈佛东亚系还有这个历史系宗教研究那么教学做研究。我自己的专业是这个中国哲学，比较偏重于儒家的传统。我在伯克利教了10年，那是从1971到1981。那么在 Princeton 教了4年，从1967到1971。我是1962年到哈佛做研究生，我来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哈佛燕京的奖学金。运气比较好呢，就是那时候得到了这个奖学金。我在哈佛做研究是1962年到1966年那个4年。那4年，我最近回想，1年12月，我没有任何打工啊，还其他的经验，都是在几乎每一分钟、分秒必争，都在学校里面从事研究，这算我的运气。那么，因为是和这个中国文化思想有关系，就和哈佛燕京，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Edited Video2-9 哈佛燕京社关系比较密切。但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是在这个燕京社旁边的 William James Hall。那个是当时有一个研究计划，就是叫做社会关系研究 （social relations）。现在只有，现在已经没有这个 social relations。那个时候在60年代，这个美国思想界，特别社会科学界，有一种整体的观念。有几位大思想家，在社会学上面叫 Tucker Parsons， 那么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叫做 Eric Erickson。在政治学有 Carl Deutsch， 在这个人类学有 Clarkson。 他们说我们要研究社会呢，不能就是从经济、政治、社会分开来看，要总体来看，就组织的这个叫社会关系系。那么所有的从社会关系系研究的各个不同的领域都要接触。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主要是在这个哈佛燕京那个范围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社会关系。在来到美国之前，因为我对这个中国哲学的兴趣开始比较早，大概在14、15岁，我就对这个儒学有兴趣。那么，所以到了一个小大学叫东海大学，因为东海大学正好是研究儒学的几个重要的大思想家，像牟中山呐、徐步官呐，他们都在那里。所以我到哈佛研究的时候，1962年，我虽然只有20多岁，但我感觉到我和这个儒家的传统结缘已经有10年以上的经验。所以来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感觉，就是一张白纸，就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也有我自己的理想或者野心。
所以和教授之间的多半可以算是师友之间的关系，我几乎没有说是崇拜哪个教授跟他学习，我没有这个关系。但是我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说假如我到哈佛，我所接触的这些观点很新的观点和我以前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些新的观点有说服力，我绝对不抱斩首权，我心里面非常明显。那么原来来的时候呢，我就想研究哲学，当时在哈佛的哲学系，因为我相信你们这边几乎可能没有人是研究哲学的。那么哲学系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哲学家叫做就是 Quine Q-U-I-N-E， 他的影响特别大。那么在他的影响之下呢，哲学有五个重要的议题，一个呢就是逻辑、认识论、本体论 ontology 或者叫存有论，那么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mind 心灵哲学，还有语言哲学。我有兴趣的现在都是哲学界很重视，但是在60年代，我讲62年的时候，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就是 aesthetics ethics， 还有一个就是宗教哲学 philosophy of religion。 但这三个领域呢，在哈佛的哲学系没有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一想对哲学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主要就集中在研究思想史，跟哲学比较接近，比如说欧洲思想史、美国思想史，那个就是叫 Stuart Hughes 很有名。在中国思想史是那番的那时候最杰出的一个哲学家，中文名字翻译得很好，史华慈，历史华中华的华，慈就是这个慈祥的慈，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还有一位这个杨连生教授，基本上就和他们两个有所联系。那么正因为如此呢，我就在这个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系和一位这个心理学，他们叫深度心理学，就跟弗洛伊德心理学有关系，但是又更进一步。这个先生呢叫 Erikson， 这位先生在当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现在大家是耳熟能详，但当时第一次提出来的60年代，就叫做 identity。这个 identity 呢，我是把它翻译成认同，现在我们讲认同的是我翻译。那么认同的这个问题， Erikson 在考虑的时候是集中考虑一个重要的西方神学家，就是马丁路德。他这个问题呢叫做 identity crisis， 他认为就是认同危机。认同危机的问题呢，就是你们如果是研究生啊，已经过了，如果是大学生，现在17、18岁的年轻人开始对他将来要走什么路，他自我认同是什么，就是 这段时间非常重要。那么 Erikson 就专门研究马丁路德的认同危机，他叫 Young Man Luther， 年轻人叫马丁路德。那么他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大的神学家，他自己碰到的认同问题居然在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然后在历史上有影响，为什么一个人的个人的这个人生的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种深层的反思，说我希望做怎么样一个人，这种问题为什么不仅是心理学上的个人问题，又有社会的意义，又有历史的意义，我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开了一门课呢，就叫做 Life History and History， 就一个人的生命史，一个人成长的生命史和历史。那么他用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念就一组观念，就叫做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d historical actuality， 心理的真实和历史的实在。我想你们这些问题很值得注意，但第一并不是你们的专业。那么也就是讨论一个人他的这个心里面他要做什么人，希望成为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个人的奋斗和社会当时某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这个外在内在的因素，所以他也碰到一些社会的具体问题，有个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
来自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他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那个时候，他的研究院的课呢是很严格的，大概只能够每一门课只能选十个人吧，啊，上这个课，平常申请有五六十个人，但每个人要提一个研究计划。我说我要研究的是王阳明，啊，我一直对于王阳明很有兴趣，就是王阳，就少年王阳明。就是这个课题，因为 Eric 一看，哎，中国，他的印度他熟悉，欧洲熟悉，美国熟悉，美国的各种的原住民他熟悉，中国的完全不熟悉，所以感觉到很新鲜，我参加了这一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写的王阳明，但是我因为我的兴趣在哲学，不是在心理学，我要考虑的问题呢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问题，那个是哲学的议题。但是和他的一个心理的发展各方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那我讲这个呢，是说明我接触到这个认同的问题。所以我在66年，我基本上念完了博士、考试考完了，但是还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台湾，回到我的母校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当时的学生不超出600人，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每一届，一届、二届、三届，我是第三届，都是7个人。教授是12人。那么我回到东海呢，我就决定上一门课，那门课呢就叫做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主要就讨论现代中国、当代中国这个整个儒学的复兴的问题，儒学怎么在中国复兴，这个大的问题啊，这是我个人考虑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理解的情况就是鸦片战争以来，这个中国整个先是军事崩溃，然后这个政治制度崩溃，社会的结构受了很大的干扰，到文化认同突出了问题。在这个时候呢，就走向了向西方学习，就是我们叫做富强的观念，就是向西方学习，影响非常大。所以从1919到1949，就这段时间呢，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力度特大的时候。现在我们回想那时候，主要的人物，就定义那个时代的人物，比如像是鲁迅，大家一定熟悉，因为在如果你在中国念中学、小学，你可以看到鲁迅。啊，对，这个北大的校徽，北大这两个字就是鲁迅所设置的大文豪。胡适26岁做过北大的文学院长，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方面影响极大。陈独秀社会主义影响极大，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是这个李大钊，还有大家不太熟悉的很有影响力，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叫吴志辉，这些都是反传统非常强，都是讲西化。所以这个时候是西化的大潮，在1919到1949，就是这个30年，甚至有人说是全盘西化，有人说那个是陈旭金讲，胡适呢，有人说是胡适后来有一个提法比较全面，他就说充分现代化，但是基本上是西化大潮。在西化大潮的时候有一个特例，如果你研究这个现代史大家会熟悉，就是梁漱溟在1923年呢，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呢，他说这个人类的文明有三大价值取向，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方。西方的价值取向呢是向外，就是我们如果用来实行的话，浮士德的精神，向外去了解、去研究、去征服。这个后来梁启超讲以动力横绝天下。那么印度呢是一个舍离的观念，放弃，就往后看，像佛教印度讲大家都熟悉舍弃，要走这个空。中国呢是中道，
可是中国在当时因为这个整个中亚边战争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崩溃，都要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必须要走西方文明。但他说了一段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有西方的文明的印度的那一种舍离的，很可能对年轻人有很大的说服力。你说这三个不同的取向，不是说时间的先后的问题，而是代表不同的形态，这个是很有影响力啊。当时这个胡适就说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数。那么梁漱溟呢，很明显他自己这个我想他生命的形态，他是非常认同佛教，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个救亡图这个所谓救亡图存，在这样的氛围下面，他就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可是他还是相信中国传统，特别儒家传统，它有内在的价值。那么和他同时的有位大思想家，叫徐熙，就从那个支那内学院，就从那个佛教的传统学那个叫唯识宗吧。不管怎么样，他发展一套叫做新唯识宗，基本上是《易经》，中国的《易经》，叫大化流行《易经》这个观点，来重新讨论这个儒家传统。那么从德国留学，在对特别对德国的政治哲学有很深的造诣，未来又是算是梁启超的大弟子，有张君迈。那么张君迈呢，是就中华民国第一个宪法，在这个草拟宪法的时候，他是主要的草拟宪法，他从这个德国回来。那么也重新就在1923年，就很重要的这一年，就在清华提出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他的人生观提出以后，胡志辉那个丁文江，就很有名的这个地质学家，就批评他讲人生观，那么提出了科学观，就说什么人生观、哲学这些都会过时的，只要是通过科学，通过西方的科学理性，将来这些现在我们不懂的东西都可以懂。那么所以这个张君迈和丁文江是有很大的辩论，在当时最大的辩论是通过这个电台收音机，就是全国的一个大的辩论，这是有名的科玄论战，玄就玄学的玄，就叫人生观科学。那么再有呢，因为在西方学这个理想主义，黑格尔、康德的理想主义，这个叫赫林，很有名的学者。这一批人，我刚提到了，梁漱溟、熊十力、张君迈、赫林，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在北大冯友兰，这一批人就在1919到1949这段时间，要通过对于儒家传统的一种认识，要重建中国哲学，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儒学复兴，就现代经过鸦片战争以后，这个整个中国文化已经被很残破的时候，他们要来从事一个儒学复兴，这第一代。所以我回到东海的时候，我讲那个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我要考虑这个儒学复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课题。从1949到1979。也就是从这个解放到改革开放这个30年，在中国大陆没有儒学研究的空间了。即使像冯友兰，他完全认同儒学，在一段时间在文革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论孔丘》，海外大家看的也是觉得很震撼，完全是以这个强烈批评儒家这个方式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儒家讲这一套老老实实，真正要做一个中国人，就必须走一条革命路线，而这个革命路线所代表的精神价值是反传统。儒家呢是一个小农经济，现在我们要工业化，它是一个家族社会，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市民社会。那么儒家又是权威政治，我们现在讲民主政治。儒家不重视科学，不重视科学的创造性，儒家是狭隘的男性中心主义，所有儒家封建的遗毒，
基本上你冯友兰那个问孔丘是非常狠的，对儒家的杀伤力是很大。所以在1949到1979中国大陆，基本上如果谈到儒家都是一种负面。那么这个传统，复兴的传统就在香港和台湾。香港就是新雅书院，主要是钱穆，那么还有唐君毅。台湾呢，主要是徐副官和牟中山，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方东美教授，他们这五位影响极大。那么在台湾和香港进行一个叫文化复兴运动。到了这个1979年以后啊，就是这个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了。那么从1979以后就到80年代，80年代那个情形全变了。这个儒学的复兴的问题，就儒学复兴，第一个呢在海外，当然台湾、香港没话说。另外就很值得注意，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北美从事儒学研究，各方面的人非常多。唯一的对儒学的研究这个不太重视，就中国大陆。可是这个大陆的情况，从80年开始也逐渐有所改变。最关键，大家看这大陆研究儒学一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一年，就是1989年，这是最最关键的一年。在这1989年以后，比如90年代，这个儒学在中国大陆里面是发展非常快。但是在1989年，我感触很深，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英文名叫《Culture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大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院离开这个地方，它有机关报叫 Daedalus， 影响比较大。他这个 Daedalus 就准备组织一组的这个文章来讨论我要提的那个问题，文化中国的观点。那么后来就出了一个专号，以后斯坦福大学把这个专号的论文出了专书。这个专书的名字大家有兴趣的话叫做 The Living Tree， 就常青树。下面呢就是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就是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在这个20世纪有很多的论文集中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文化中国这个观念的提出。所以很多人认为我是特别和这个文化中国这个论语理解关系。或严格的说，像文化中国这个观念啊，我们现在有些人很注意首发权，谁最早想出来的？在60年代，就是我来美国留学的60年代，有一批。在马来西亚，这个一些华人，马来西亚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在，特别是在像槟城，有个叫中林中学，那个语言的水平非常高，在很多地方可以跟那个人大附中相比，水平非常高的中文。那么他们这一批呢，就到台湾去念书，他们到台湾继续读马来人，因为他在马来西亚长大，马来人。可是呢，他认同是认同中国，他当然不会认同台湾的政权，也基本上不可能认同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完全反同。所以他认同的，他们就提出观点，我们认同是文化的中国，不是一个政治中国，不是一个经济中国，是文化中国。后来在80年代，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傅伟勋，很可惜他没有到。没到70岁就过去，他写了一本书，这个论文集就叫《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打开这个海峡两岸这个文化交流。在台湾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戒严的时代。台湾戒严的时代，就特别中国大陆的任何信息都不能进去。反共的力量非常强，在那个氛围之中，
只有在文化的领域里面交流有可能性，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书，希望造成这个两岸的交流。我在1989年写那个 Culture China 就文化中国的文章，当然是受到了这个傅伟勋还有以前的马来西亚的一些学生的影响，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不同，我把它范围比较扩大，所以现在一般讲说我是我提出这个观点，我也能接受。那么因为这个观念，就关于文化中国这个观念，从这个80年代提出以后，已经开过很多很多的会议，在美国的国际会议就大概7-8个，在台湾开过，在香港开过，在中国大陆开过很多。那么，如果你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的话，你很快就知道这个大的这个论述，所以不要在这边重复。可是我简单的说，把这个文化中国认为有三个。有相互影响，但是又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叫我们叫做象征的世界 （symbolic universes）， 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和新加坡，这个很重要，也就是主要是由这个汉人所组成的社会，这是我的第一个意义世界。本来我认为。讲清楚了，大家都要知道，从文化上，这不是一个政治观念，是文化观念。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有误会，所以我要说明。比如说余英时先生最近，他以前批评过，最近他重复了他观念，说不太赞成这个杜教授文化中国的观念，因为他太突出中国大陆，把台湾呢、香港当做第二意义世界，把中国大陆当做第一意义世界，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误读。我从来没有这个观念，我的观念很清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是算第一个意义世界。这第一个意义世界呢，就非常复杂，我随便讲一讲。第一个呢，就必须要把56种民族包括在文化中国的范围。用文化中国的时候，比如说是56种像这个藏包、维吾尔、苗族、纳西，全部要包括在。如果你不包括在内，你只是汉人的世界，那这个是很狭隘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汉人的世界。那么要包括在内呢，很重要，很值得注意，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们是讲的各种民族吧，少数的民族只有7-8%，但是以中国的人口，那就是有8000万到上亿的人口，所以我们至少知道这个回族吧。就是讲汉语的这个穆斯林，大概有800万到1000万。如果再加上维吾尔族的话，那就人数相当多。当然，最大的少数应该是壮族，但他多半是跟这个普通的汉人几乎没什么分别。但是其他各种不同民族有语言的，大半都毕竟有书写语言，有书写语言的，比如说纳西。现在我像我做哈佛燕京社长的时候，特别支持研究纳西的。这个语言，那个语言，大家如果那个文字哦，象形文字如果看到，太精彩，都关于这个占卜有关系的东西。反正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中国的观念，第一个意义世界里面，你要包括这些。但中间的那个矛盾冲突是很大的，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关于台湾。台湾在50-60年，因为我在小学，我生在昆明，但从49以后在台湾。从小学5年级到大学毕业，有13年的时间。那么在台湾呢，在我长大的那段时间，我是台湾人，我当然是中国人。那么后来这个台湾独立运动、民进党发展以后，我是台湾人，我不知道我是中国人。那么现在呢，我是台湾人，我肯定不是中国人。这个人数已经超出70-80%。那么就说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意思就是说台湾人的认同和中国人的认同基本上分开。那么马来西亚人说我是马来西亚人，那我当然不是中国人，但是我认同文化中国，因为我是华人，所以这个两个观念，英文里面就一个字 Chinese， 中文里面有中国人，一个是华人，
以前中国人这个观念是包括了文化族群各方面，就是很广义的，你只要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系的，西藏人也是中国人，维吾尔族也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这些都中国人，一点问题。但是当这个台湾的不民运动开始的时候，把中国人的观念把它政治化以后，那就是说是我不是中国人。那么，但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华人？比如吕秀莲，也是哈佛的，对吧？我绝对不是中国人。好，那你是不是华人？那我怎么不是华人？我又不是日本人。那么华人和中国人，就华人变成一个文化和族群的，中国人变成一个政治分，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值得考虑。以前香港，我香港人或中国人从来没有出任何问题，最近三五年，特别三五年、十年，何为港人，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大问题。我相信你们有从香港人，我最近对香港问题也特别有兴趣。在1984年。我在香港那个时候，就香港回归的时候，刚刚讨论回归的时候，我在香港做过一次报告，英文。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秦家聪 ，Frank Chin， 他就提出质疑。他说 ：“I am Hong Kongese. I don't have to identify myself with Chinese as Chinese. I can identify myself as a Canadian. I can identify myself as an Australian.”我说 ，How about Japanese? No, no, I don't want to be Japanese. You have choice. 非常明显。那么港人现在的观念出现了，很明显的跟北京，我是香港人，我不是北京人，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说矛盾冲突，非常一种异化感，非常有趣。这个当然和这个很不健康的语言暴力有关系。像你骂我的是狗。我骂你们是蝗虫 ，very unfortunate， 但是里面开始有很多这个矛盾冲突的情况出现。那么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看，香港人绝对是 Chinese， 绝对是华人。可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对于我们叫做文化认同有兴趣的话，你这个考虑这个问题，你要这个。注意到这个语言的这个复杂性，比如说是刘遵义，他是以前这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经济学的教授，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说要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化，现在一讲国际化的话，就用英文就国际化，就要香港大学的教授多半最好用英文讲课，发表用英文发表，那学生抗议很强烈。香港有港大还有中大，我们中大就叫中文大学的意思就是不是完全用英文，不像港大。那个时候金耀基先生他是在台湾长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专门研究现代化，他很高兴你看这个在香港的人这些强烈的爱国主义。那么这个刘遵义呢就请这个金耀基组织一个语言委员会来研究将来这个中文大学语言政策问题，所以他就叫做双语委员。他没想到，这不是一个双语问题。香港的学生第一选择是广东话、粤语，第二选择是英文，第三选择是普通话。所以你发现不是一个双语的问题，是三语问题。你如果到香港，你最好把你的广东话弄好。这个基本要求，广东话不行，现在香港人都会讲普通话，那你讲广东话很重要，你广东话不会，有时候用英文比用这个普通话好一些。所以后来他最后的调查结果就是香港的学生应该是三语，国际化英文，中国对了解是中国的话中文，就普通话，他的地方认同 local identification 粤语，现在可能只有粤语有这个本领。以前如果在就是五四前后吧，那个时候像那个张爱玲啊，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就是上海，所代表的也可以成为相对独立，它有上海的以上海语为主的一个文化集体。现在基本上这个没有，
主要都是普通话。那么福建也不太容易，台湾现在在做，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我觉得很难，但粤语是绝对可以。啊，如果你不真正不懂广东话，你这个香港的第一个他武侠小说你绝对看不懂，然后香港的那些基本上他的这个什么，以香港的语言来特别表述的一些情绪非常，就是感情非常浓厚的那一很多东西也完全不行，所以他有个另外一个体系，所以在讲到文化认同，牵涉到族群的问题，牵涉到性别的问题，牵涉到语言的问题，牵涉到地域，在什么样出生地域的问题，牵涉到阶层的问题，你是属于哪一个？你是富人，是穷人？或者你是以前的所谓阶级分析的阶层问题，还更重要的像牵扯到你的信仰、你的宗教问题，这个都和认同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意义世界。第二个意义世界，我就叫做 the Chinese diaspora。diaspora 是一个犹太的观念，就是离散社区。我们现在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方的华人，离散社区是一个。也是第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事件。那么这个大概应该有大概5000万以上。这个字 diaspora 一般是在犹太人才用。那么在犹太文化，你知道世界上大概有1300万的犹太人，这1300万的犹太人，他们1000年来在以色列没有建国之前，他们反制聚会的结束以后都是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面 next year we meet in Jerusalem，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会到耶路撒冷，他说擅自居住在世界各地，所以耶路撒冷只是他这个想象的母国，想象的中心，一直到以色列建国以后他才是一个实际，即使以色列建国以后长期的在纽约的犹太人超出以色列犹太人的总和，当时犹太人所用的语言是 Yiddish， 啊，现在才逐渐的用希伯来文，所以这个观点就是离散社群的观点是一个犹太人的经验。所以我在提这个第二意义世界用这个 diaspora 的时候，王公武啊，现在研究海外华人的这个真正的权威，已经80多岁了，在新加坡的教授，就极力反对。他说 diaspora 一定要大写，而且是犹太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正好相反。犹太人是没有祖国，所以他是离散社群。中国人这祖国的力量太大，你不管离散到什么地方，祖国的吸引力都最大，所以你不能用这个观点。那我说我冒险嘛，我就用，而且不要用大写的 diaspora， 用小写，叫 diasporic。结果没想到3-5年以后 ，diasporic studies， 你如果了解这个，你是如果做文化研究的，叫做离散社群研究，变成一个显学。研究泰国的 diasporic studies， 这个俄罗斯的，研究这个越南的，研究的，甚至美国的，所以 diasporic studies 很流行。这个是讲第二个意思，我们很多人都属于这个意义世界。最大的不同就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一个意义世界是多数的多数，所以一般人对于族群的这个 ethnicity 这种观念不很敏感，因为所有人都中国人，都是华人。都是这个汉族，90%。那么 diasporic 这个社群呢，就是少数的少数，所以你一定会非常明，你的中国性啊是非常突出的，你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核心的地区，那当然就是东南亚。我为什么把新加坡摆在我们第一意义世界呢？因为新加坡的华人是超过76%。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南亚，比如说马来西亚，我们常叫新马，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比新加坡的华人要多了。这个在马来西亚30%多，但是它在政治上面影响很大，他们有这个相当大的一批人，八九百万。另外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因为它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人口特多，所以超出1000万的华人。泰国。那么这些地区，如果你把离开这个地区以后，那大半是少数的少数。美国很明显，那这个比例就太低太低。
那么甚至非洲各地方都有。这个 diasporic 这个社会虽然是离开了，就是虽然是在外面，那么他的如果从近代史的发展，他对中国的革命，比如像孙中山他们所代表的，影响太大。他的资金，在中国的建设资金，这一批在海外的华人，他的影响很大。如果你看中国大陆情况，这个厦门大学是非常有影响，就陈嘉庚他们建立的厦门大学，都是纯粹他的资金。在中国这个解放以来吧，这个大学的变化太大，要么就名字变了，要么就地方变了。如果你在各种大学合并的情况更严，大概只有两三个大学名字也没有变，地方没有变，厦门大学就起名字，另外可能是武汉大学。所以这个海外，那另外孙中山的这个他以前是夏威夷的人，他的贡献，以前日本的侨民，反之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祖国的那个吸引力特强，比如说我的这个。是母亲的家，是我的姨爹、二姨爹的母亲的二姐的这个先生，他是美籍华人，就是我们叫美籍华，当时他就是 American， 但是这他在芝加哥，他从小呢就学飞行，而且后来就进了马戏团，马戏团双翼的飞机那种飞行那技术非常高明。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林森，那个时候林森的主席到美国，就请他回到中国去这个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他做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他飞飞机从这个南京飞到这个东北，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交给这个张作霖，就是中国统一。然后从南京飞到迪化，迪化现在就是这个乌鲁木齐，那就表示中国进入航空时代，还出了这个邮票，做了这个。那他怎么会回到中国？他根本在美国长，就是他父亲的遗言，你要把我的灵柩葬到中国去，所以他陪了他父亲的灵柩长期坐船回到中国。那么因为这个原因，他以后就被又回去落籍。所以当时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叫做落叶归根，所有海外的人到最后他都归到中国去。在60年代，在70年代，特别到80年代，在美国的一批就华人，那么现在是非常明显，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王林志，林启旺，哥伦比亚，就在这个不是哥伦比亚，在这个加州大学莫克兰校区，他们就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叫做落地生根的观点，不是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话，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就在这个社会里面扎根。你是中国人，现在在马来，你是马来人，你的第一忠诚就是马来人，你的 identification 在美国，你就美国人，在这个德国的德国人，有在日本的日本人，有这样子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观点。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文化中国，中国人怎么样来了解自己，怎么样了解他人，都很有一些帮助。所以这样看来呢，就是国籍的选择现在是越来这个流动性越大，和你这个文化的认同之间的那个复杂关系。对我讲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就像这个李登辉他们这一代人，在纽约我见到一批，他说：“你看，我们在20岁之前都是日本人，国民党来了以后，我们都变成中国人。现在我们又在美国入籍了，所以我们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这一生有60岁吧，有日本人的20岁，这个20年，这个中国人的20年，美国人的20年，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台湾人的心，那么他的心是台湾人的心的那个观念，就是台湾这个特殊的经验使他变成这个例外，所以他那个认同感最强。而认同的问题呢，他是因为是感情的，有理智的因素，
但是呢，感情因素特强，这是没有办法 compromise， 就等于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要用钱来贿赂我，要我不做基督徒没用，用政治来打压我更没有用，用军事镇压那好，罗马帝国崩溃了，一个对基督教还能发展，啊，藏传佛教也一样。我是一个佛教徒，啊，你要想用这个经济力量来诱惑，啊，我们现在经济很好，你们干脆不要做佛教徒，不可能。我要政治打压你，你现在不要再做佛教徒，这个迷信，你要信就信。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这个很好，用军事去镇压它更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认同的问题和那么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这个心灵里面都有很非常有深刻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我提的第三个意义事件，前面讲的第一个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第二个是散布世界各地方的华人，第三个就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的外籍人士，就外国人。那么这些外国人大家认为绝对应该在文化中国接受，就是所谓的汉学家，像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现在最好，高本汉 Calvin 研究中国古代的音韵学，没有高本汉我们现在古代音韵还搞不太清楚。那么还有研究这个道家的，研究个汉学家，我们在杭州有很多教授从事研究中国，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深刻的理解那是顶级的，你不能说他和中国没关系，文化没关系。但我这个定义呢比较宽，我把学者、外交官、企业、媒体、传教士、旅游者全部包括在里面，唯一的条件就是对中国的关怀和联系是长期的。如果你旅游者来了一次以后你跟中国完全没关系，那就不属于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否则和文化中国的一切关系。那么以前大家对这个观念呢不太容易接受，就是把外国人摆在，那么现在接受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最近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比如在波士顿地区可能有数百家以前跟中国完全没关系的美国家庭，但是到中国去领养了一个女婴，这个中国的女婴一进了他的家庭以后，这个家庭的文化生态彻底变了，非常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敏感度，而且在很多地方做了非常正面的这个贡献。那正面看你怎么样来评价，比如说在美国有一批这个要激烈的批判中国的一些团队，像吴宏达可能算有名的，有代表这个对中国批评，当时就像对中国的这个孤儿院，其实基本上它是有组织的，电视的媒体、平面的媒体大家一起来就来攻击中国的孤儿院，你找几个例子就可以，这是一个策略。那么在组织的过程中间，波士顿，我想是的，波士顿的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收养中国孤儿的女婴的家庭，有个宣言，很简单的宣言，我们因为收这个女婴，我们在中国参观了上千家孤儿院，我们的经验基本上都很正常，有些比美国的要办得好，更仁慈，有些呢比美国差，我没有看出中国这个孤儿院里面有你们说他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残疾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不规则的事情出现，就一个很简单的宣言，然后那个整个崩溃，反而崩溃。假如你想想，没有他们，由人民日报这个发社论，由外交这个发言人来说明，那适得其反。那么在这个第二三个意义世界里面，就是跟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是跟中国有关系，在塑造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因为塑造国际形象，国际形象直接影响到中国人自我的了解，官方民间的一样，你平常就要看镜，我了解我自己，不是说我自己，当然我有自己的认同，但是你对我怎么样看法，我的朋友对我怎么看，我的敌人对我怎么看法，其他影响太大了，就等于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他基督徒都不认为我是基督徒，那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比如说是这个统一教会，很多人说这个不是，它是邪教，它不是基督教，这里面是很多有，你说佛教也一样，你们另外说我是佛教，但你怎么是佛教？你法轮功，你不可能是佛教，那你一定是邪教，这里面有很多，这个人家对你的看法，你对人家的看法之间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意义世界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认同的问题是什么？现阶段，我前面也提到这个文学复兴上的认同问题是什么？首先呢，必须分清楚，就是文化中国这个观念，因为我把它弄得比较宽，它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儒家传统只是文化中国很多很多精神资源中间的一种资源，不要把儒家文化认为是文化中国唯一的精神资源。这是最绝大错，最大的错。因为文化中国的资源有道家，有佛教，特别民间佛教，有各种不同的民间的信仰，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各种的传统非常丰富。可是另外呢，不管你把文化中国这个范围扩大到多大，没有办法包括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也是韩国的，也是越南的，现在甚至也是美国的。我们现在有一批这个波士顿儒家，那么在波士顿大学研究的很有成绩。在这个文化认同的观念，因为我自己做研究，一个极重要的大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以大陆为主的中华民族和儒家传统之间的一个复杂关系。在1984年，我那时候在这个夏威夷的呼吸中心，那么有位叫朱岩，一位这个社会调查研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报告，就是通过联合国的一种价值取向的方式来了解这五个地区他认同儒家的这个传统的情况。五个地区呢，就是五个都市，就是上海主要是浦东一带，那么香港、台北，当时叫汉城，现在就首尔，和日本的东京，市场现代这一带。这个调查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要说了，就是你对这个儒家文化的认同，最认同的儒家就是韩国和第一，第二就是日本，第三就是香港，第四就是台湾，第五是中国，到了上海。但是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是反认同，其他都认同儒家，上海这个地区是不认同儒家。那么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卷呢，就是关于中庸的问题。所有的地方都认为中庸，我想你们基本上有了解到什么四书里面有大学中庸，也可以，当然中庸是正面，但当时上海大半人都不能认同中庸，总是认为中庸是奇强，没有原则，反正都是文革的那个心态的理想派。那么现在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从1980我到这个国内做很多交流，1980我在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有一年的时间，1978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在这个北京第一次回去做这学术交流，80年代的交流很多，1989年我觉得我再也不再回去中国，1989年的这个叫动乱也罢，叫就是悲剧，太惨，我绝对不愿意再和大陆有任何关系，特别官方。但是我等了4年5年，到1994年一次，因为有关于这个孟子的学术会议，有位工人，我那时候认得的一位工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你一定要回来，我们现在要讨论孟子，所以我放弃一切回去，从1949然后到1996年我做哈佛研究社的社长，然后每年回去要至少80多位这个我们研究社需要吸收的一些年轻的人文学和这个社会科学注重有文化的学者进行交流，所以那个就很频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发现，就是我现在讲我们是包括所有人在内，大家经验都不同。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分别，我们的文化传统 ，our culture tradition， 这里面有很多积淀 ，sedimentations。这个积淀的都不是
这个地质学的极点，都是化学的极点。极点里面有什么呢？一个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种悲愤受屈辱的传统，非常强。只要是我讲，主要讲知识分子的群体，其他的我没做过调查，有悲愤屈辱的群体很强。那么这个导致了一个仇外和媒外啊，这个仇外和媒外同时出现，又爱又恨，我们叫做现真，现是羡慕的现，真是憎恨的真，现真的情节特别对这个欧美。那么再来呢，我们有个强烈的革命主义，这个革命传统一直到了毛泽东是最高峰，但是这个革命传统下面又带着一个反传统的传统。就看不起自己的传统，看不起儒家，看不起道家，看不起所有中国的传统，基本上认为这不行。你想到英文啊是先进，想到中文啊那个，就是非常复杂。再来，你都经过文革，就是造反有理的传统。那么，但是呢，也有一种强烈的这个非常重要、强烈的爱国传统，这个爱国的传统。和那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又是纠缠的情况，非常强。啊，举一两个例子，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个时候就所以主权、领土、神圣领土主权太强了。在80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来了4、5位啊，现在都是有名的学者，像丁学良他们几位，我跟他们交谈，就关于台湾经验的问题，大家都赞成。这个台湾民主化太好了，我说如果台湾民主化导致台湾独立，哎，打。好，你现在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民主原则，一个原则就是民族原则。你们看起来都是民族原则要超过民主原则，就是民族，我们的民族受了那么多屈辱沧桑，现在如果一个民族不愿意做中国人，那我们就有权利要整他。我那时候在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家，和他们交流以后，有一位企业家开车带我，这个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当然这个国际经验都很好。那么带我到广州，在一路谈谈谈，谈到台湾，那个情绪非常强，一个飞弹可以解决。那日本呢？两个。我说你看看，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那么大的悲剧，改革开放以来才刚刚维持了一个和平，你就愿意，这是付之一炬。中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从五千年来起起落落很多很多，这口气是咽不下去，这个情绪非常强，这是一点大家了解了。所以我们这个心态，如果用，因为我搞过心理学，这个用这个心理学讲起来是，不要说是变态，这不好意思，因为带了变态，非常复杂，就是 complex， 中国人太复杂，特别知识分子，所以你里面有，而且这一些积淀呢，它是因为我说化学多，不是很明显的积淀，所以你要想 provoke， 你想 provoke 一个中国的一个社群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非常容易。因为大家很容易，大家都是 brittle， 叫 brittle， 很容易被遮，就是 very irritable， 很容易。因为本大家都是 on edge， 非常紧紧张张的，那么可以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爱国主义，而那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变成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最明显的对日本，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对日本的情绪，那个情绪。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就我在做研究，从小做到现在研究讲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然后朱熹、王阳明、陆象山，什么刘中洲，他们下来，这个中间的距离太大。就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绝大多数的因素是西方的因素，完全是西方的因素。假如没有西方的因素，我们今天讲话都不能讲。举个简单的例子，专有名词，宗教，这不是中国传统，这是 Shukyo， 是日本，来自西方的 religion。今天我们讲社会，这不是
中国传统观念是瞎看，是来自 social 这个 society 啊。原来这个，在翻译的时候啊，像严复就把这个社会叫翻作群学，在荀子里面有群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结果梁启超在日本人已经翻译成社会学了，回来说我们讲社会学，群学一下子就没有人在意，就变成社会学。那么经济就是 Kaisai， 就是 economics， 和中国传统经世济民几乎没有关系。哲学就 Tetsudan， 所以中国到现在说我们有没有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啊。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大家都觉得很丢脸，我们怎么办？德里达讲中国没有哲学，他赞美我，就是你没有这个受到西方从希腊来的这一套分析的方式，你有另外一套。那中国人听，所以叫哲学的合法性，对吧？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还是只有哲学在中国？反之，这都是就很容易被屈辱。啊，比如像说，哎，你这个人的，你这个东西写得很好，你是诺贝尔奖，哇，真是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第一次诺贝尔奖？我们怎么样在中国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一样的？这个都是大家每天在忧虑的，不仅是清华，哪里做忧虑？这个就是这个 recognition 太重要了。这个整个民主，你看那个莫言吧，我也跟他蛮熟的。莫言一夜之间他变了一个人了，他现在是神啊，很明显。高行健，我们跟他很熟，高行健。朱镕基在旅行的时候，有人家说，哎，高行健刚刚得到诺贝尔奖，你是不是觉得很骄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政治动物这些问题的反应是政治反应。他是法国人，如果我是朱镕基或任何，第一个我非常欣赏一个用中文写用名山得到诺贝尔奖，但是我们政治意见不同，他是异己分子，我们跟他政治话题接近。他拿到了这个诺贝尔奖，你说法国人，他是用法文写的吗？这是荒唐。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不能说。要朱镕基，我是非常欣赏。作为一个很潇洒的人，文化上面没有敏感，没有。我为什么举这个高行健呢？有个目的。高行健拿到了诺贝尔奖以后，我请他到这个哈佛来做报告，他就在我们的也是在这个科学馆，在 C。那做报告的时候，他讲的非常动人。但是他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的小说，我、你、他、你们、他们这些观念我全用，唯一的一个名词我永远不再用，我们。所以他后来写一个人的圣经的方面，他是什么呢？他是对这个文革以来一种中国的集体主义，有政治化的集体主义，有深恶痛绝。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理性的中国人，我永远不要用这个字，我。当时我也很受感触，然后我跟他说呢，因为我们这个交情很不错，我说我从14岁开始对儒学有兴趣，我的一个很强的意愿就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找到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 ，we 不是我，就是 we 的观点，怎么能 authentic we。最近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啊成立这个50周年嘛，啊，要我去做个报告。我这个题目就是说，在文化中国具有意义的和具有哲学意义的我们（打括弧）如何可能？这是我的问题。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校长那个。沈校长，你他说我看了这个题目，你不知道他是讲什么。有人说这几乎不通中文也不通，就是我讲的是啊，你们大家都了解。我就说，高行健的那个挑战，就是说具有文化意义或者具有这个哲学意义的，我们在这个文化中国如何？这个大家我向你们可以思考。讲文化中国，事实上这个想象的世界，想象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怎么可能？非常困难。我现在讲一段，就是使得大家感觉到这个我们要建构特别困难。我就回应一下刚刚那个高行健提出他不用我们的观点。
本来我这个在考虑的时候不会接触这个问题，但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篇文章，就在哈佛库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叫做阿德沃德沃德，是哈佛的 PhD。他这篇文章是在这个 New Criteria，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论这一期上面讲 Starvation in Mao's China， 有这样子一篇这个评论，评论一本书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叫做墓碑，是叫墓碑，你们都熟，那太好了。我觉得很简单很快，1958年到1962年，什么毛泽东三年困难期，这个困难。那么照各种不同的分析呢，大概是确定是3600万人是饿死。那么有调查呢，这个调查就是说，假如这个，因为在那个饿死人的这个过程中间，妇女根本不可能怀孕。假如这个把妇女怀孕可能生产的婴儿也包括在内，还要加上4000万人。在这个饿死的这个人里面没有干部，包括这个饿死乡村里面的干部，他们都活下来，因为他们自己有粮食，可以找到粮食。当然没有政府的官员，中央完全没有任何了解。这个背景呢，就从这个大跃进开始。那么大跃进以后呢，大家开始有一个，我现在看起来不仅是错误，是荒谬的理论，就认为中国人找到了一个生产粮食的这个苗浪机，就是一亩地里面可以生产不知道多少粮食，找了一套理论。钱学森这是最佩服的一个大学者，写了一篇长文的，用科学的理论证明为什么一亩地可以生成那么多的粮食。毛泽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这是李锐就毛泽东秘书报的，说中国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粮食的问题。这个和这个集体农场到公社是有很密切关系，所以当时人民日报提到这个我们多余的粮食，现在一般村子里面多余都是用篮子一篮一篮的粮食往上交，这是我们今年以这个发展速度，明年的话就用船一船一船，再过一段时间呢用这个火车用这个货车一货车一货车，然后火车一火车一火车的粮食往中央甩，要存起来。在北京像周恩来呢要找一批专家，就是怎么样来存粮的问题，粮食太多。那时候有一个观念，这个最糟糕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四川人饿死这个是很糟糕的，但是至少是比北京天津和上海人饿死要好一点。意思就是说保是保这个大都市北京上海天津，那么真正饿死的全是在农村，而这个农村是完全外面不知道它里面怎么会要有饿死的情况。农村开始没有粮食以后，先是草根树皮，到后来就吃那个观音土，然后很多很多的调查确实有 cannibalism 吃人，这是最惨的一件这个事情。那么这种工作的调查在70年代、80年代的都有调查，但是要到了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你看这样子一件那么几千万人饿死的事情，在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也没任何报告，是人家做这个人口，就是 demography 做人口调查，发现这个中国的人口，他们调查从1952年到1982年，你看说太奇怪了。怎么人口这1952年到1982年，怎么在这个1957到1962有那么大的量？这样才找出来说死了那么多人。现在不管，就是这个为什么提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阿玛特辛他们提到，
就当这个社会它的透明度不够的时候，只有民主社会才透明，一般的社会不是透明，它透明度不高的时候，有太多的黑箱，就是黑暗地带，我们不知道。所以阿玛特辛有一个，他是印度的大学者，那么他说印度从1948年开始，没有真正的大饥荒是造成这个数十万人口死亡的现象，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社会，它有100万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它的媒体是任何地方都出现，不可能有这黑箱作业，有什么黑窑洞啊出的事情，这个不可能。那么中国从那个，就我们从这个，就三年困难期所造成的那个大的悲剧来看，就是可以，很多人都应该了解到，都能够大家这个大的事件，它可以这个因为不开放，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个作为一个背景，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就是这个我主要讲，就是当前我们所碰到的这个困境。也可以说这个背景非常重要。你说文革这个以来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三年困难也不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往前看的话，这个历史记忆要作为一个背景。我这次回来呢是参加这个亚洲，这个我们叫 Asia 21，亚洲21世纪的亚洲，由这个傅高义他们开始几十年，所以大概世界上最好的一批从事亚洲研究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那个，也许在经济学上，发展经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 Dale Jenkins， 他的主题发言，照美国的联邦调查的，美国的这个情报组织，就是叫做 Committee 这个 Commission 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mmission， 就是 Joe Knight 他们组织。那么在2年前呢，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大概中国的经济在2027年要赶上美国。但是照这个 Jurgensen 他的调查，用这个 PPP， 就是 Purchasing Power 这个 Parity 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在2017年，也就4年以后，就超出美国，所以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第一。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就是中国在外面的旅游，每年到外面的旅游，他所花的钱，就是他的 purchasing power， 现在已经世界第一，就整个超出美国更多钱。那么中国大概有四万的亿万富豪啊，比上那个什么Fortune 啊，这些都很多，大概有800万的这个中产阶级，上面多半都是有这个双重国籍，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随地这个都可以到任何地方，移民也罢，他们的子弟，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包括在内，都受惠者，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就在国外念书了。那么我们从这个 per capita 来看，就从这个人均所得，这是最重要的，生活的人均所得，我们大概是90%几，因此至少有三四个非洲国家比我们资金要高，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穷的一个，有在发展中的国家，在人均讲就非常穷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的大概是4000左右，俄罗斯你知道是已经是10000多，南韩那也是10000多，就是我们大概是日本的1/7还是10分之1，那么是这个越南不是越南，这个韩国的1/3，俄罗斯也比较，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大的社会总体讲解是还是比较穷。但最严重的是呢Gini coefficient的问题，一般的官方呢现在觉得很忧虑的是47，如果47的话呢，就在世界上最不平衡最不平均的社会，第一是这个南非，
第二是南极瑞亚，第三是巴西，第四中国，远远超出美国。但在民间的调查，中国大概已经到了50%以上，也就是世界第一，最不平均的一个是最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方面是非常强势的这个经济体系，分配很平均，那么造成了一种这个叫愤愤不平之气是最强。比如说这个网民大半都是 angry, I don't know why, 多半要表现的时候都是一种，所以只要是富人和穷人有冲突，一定是富人错；只要是官员和非官员，一定是官员错；只要是精英的大学和非精英的大学，一定精英大学错。所以整个社会对权威的任何权威都是非常反感的。所以现在有有这个英国的有个团队专门的研究中国的这个 cynicism, 专门研究中国的 cynicism, 那个例子太多了。那么现在如果说是我们选十个最常出现的词，就是没有一个词是正面，忧虑、愤恨、各种不同、焦虑，都是一种 negative term。那么整个社会的诚信啊，这我这亲身感受，就是、诚信这个很多地方荡然无存。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因为以前有从儒家的传统，也是一个社会，它是逐师逐兵，还有这个逐信，信兵就是 security, 这个实就是经济，信就叫诚信。那么在儒家的传统，如果没有诚信，这个社会要维持下去不可能。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诚信的底线突破，是这样一个大的情况。那么这个中间呢，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的挑战。我们没有走出一条路来，真正讲起来没有一个 model,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 model, 现在很多人说我没有我们的 model, 我的仔细来分析我们的 model, 第一个经济 model,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所谓 model 的话，就人家跟着我们这条路走都可以走出来，我们有没有经济的 model 很难，有政治的 model 那我就觉得也非常困难。我们政治的 model, 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这个 model 是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meritocracy 的 model, 是一个贤人政治的 model, 是一个不管你怎么样说吧，是不是成立的 model 很难说。所以我认为我们是非常 restless,非常 restless, 而最近的这个十年的情况大概是非常关键。这个政府的领导本身，最高的领导也非有这个很强烈的感受。那么我认为对我讲起来比较有，就有一种这个比较乐观吧，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考问题呢，已经不从很狭隘的发展主义来做，就所谓发展除了经济以外、政治以外，还有文化的发展，还有注意生态，这个 structure 是大一点。那么现在基本上呢，至少官方的领先，以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现在基本上毛泽东思想没有，我觉得太健康，因为这是斗争哲学，基本讲是斗争哲学。而斗争哲学在今天我们社会上面造成的祸害不能想象啊！虽然有一些学者还想念这个文革的时代，不管你唱红歌不唱红歌，你总觉得好像那文革、毛泽东这个，我是完全没有这个这种心情。你我为什么要讲那个三年困难期的？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残酷的事实。1959年，在这个庐山会议。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这个问题那么严重，没有一个人敢讲，只有彭德怀，而且彭德怀讲的是小心翼翼，先就赞美这个情势一片大好，领导的英明的讲，就说农业出了点问题，一说有人要饿死了，你知道饿死多少人吗？不知道，结果马上被大陆冷落。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种心态。不要讲其实这种心态太可怕了。我们现在要转向的话，一个好处呢，比如说是政治的领域、经济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现在大家开始说应该可以分开来，
有些经济的问题可以靠经济来解决，社会的问题靠社会来解决。虽然如此，那么因为大家这个邓小平时代，你现在傅高义写的这书以后，那么讨论的非常多了。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离开了，就是邓小平能够离开毛泽东的那个模式是一大进步。毛泽东的模式下来，那就是太惨。但是当你把这个市场经济提到那么样的高度，使得这个社会向前看，钱是金钱的钱，而且贪污腐化就是从最高当局的这个最近的这一批人，就最接近的儿子、这个女婿什么这一批人的问题。我上次我到北京以后呢，就很多外面的信息就不知道，所以在北京一到美国，当时我在三藩市他们有个会议，我非常赞美这个温家宝，我认为温家宝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讲，大家都笑。我为什么笑？你昨天《纽约时报》的东西看，我说《纽约时报》啊，你是北京时看，那你丢脸丢大，丢脸丢大了。就是这个从一个市场这个经济变成市场社会，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是市场化，大学就是市场化的大学，现在连宗教是市场化的宗教，到庙里面的那些和尚，有些就好像会计师一样，不像和尚，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认为是大悲剧。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这个转折的过程呢，它有两个基本的这个动向。第一个呢，就是一精英，我讲的精英，每位都包括在内。会不会发展一个真正有实质意义的责任伦理的问题？这个 ethics responsibility， 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中央的领导至少表现出来有这个本领，但是这个是要全部的精英，包括政治的精英、社会的精英、学术的精英。那么另外呢，所有的中国人能够逐渐出现一种敬畏感 ，sense of reverence。你不一定要做这个教徒了，这不是我的意思。你要有一种敬畏感，在中国传统里面，天地君亲师，对天、对地、对这个君的意思，就对国家、民族、对这个亲情、对师长有一种敬畏感。这个毛泽东对中国的灵魂上的最大的祸害，就一点点敬畏感没有，就是一个斗争哲学下的，你就是开始，你是横打落水狗，就是所有敌人要横打。然后呢，跟你长期共事的人，但是和你的路线不同，你要分开。慢慢的，你跟他有这个极深的交情的，你要能够划清界限。到最后，你的妻子、孩子都要划清界限，只要红太阳和你最接近就行。这个过程，就使得每一个人，他在心理上的每一个人被孤立化，只有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面对无限权威的这个政治，那你当然一无所有。所以像高新建他们这个都市文学家开始要来反思这个问题，但很难。我觉得我慢慢的要学会，这个说来话长，大家也不一定能够欣赏或者了解这个情况。我们要学会南非曾经走过一个叫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你这个社会上面最阴暗的东西，你要有勇气，就特别精英要有勇气面对，你要有勇气面对六四，要有勇气面对文革，面对反右，面对整个政权发展的过程，面对抗战都要面对。而且在这个面对的过程中间呢，要开始做这样一个反思，长期害人的人，打击人的人，理直气壮，被害的、被残杀的，感觉到强烈的罪恶感。你现在看这个在缅甸出现的那些知识分子，最好的那批知识分子，丁这个周一良啊，那哈佛的博士啊，他们所写的，那个他们写的这个整个文革过程，就是强烈，都是非常爱国、强烈的那种罪恶感，就觉得我们没有对国家做出什么贡献。那些害人的、杀人的，
一点点罪恶感没有，而且海底自弃，一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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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做。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这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这个，不管是心理的文化上的这些大问题。那么提出这些不是说我有什么答案，这是我的一直比较深刻的一个感触。我们希望我们通过交流以后，可能慢慢对这个问题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反思。好，我说到这里。欢迎大家自由提问，如果有问题。我这样吧，你们先提几个问题，我不一定一问一答，好吧？你们先提几个问题，我想一想，然后根据我的能力，那么逐渐的对大家问题说，这样回应一下。您先开始，我记一下。谢谢杜文明教授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儒教和文化中国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刚刚您也提到说，文化中国不只包括儒教，还有其他很多的思想，然后儒教也不只是中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那我想问，就是儒教对于文化中国的概念，它有什么就特殊的作用？它跟文化中国里面其他的思潮相比，它是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连接的作用，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第二个是关于儒教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您刚刚也提到，冯友兰在他著作里面写到说，儒教以他的哲人政治实际上是就有悖于民主原则的。那你觉得如果在当下的中国去重建儒教的概念，对于民主政治的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谢谢。好，我想我先回答一下。好，这个不一定很全面，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些思考。在文化中国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可能呢佛教的影响，我叫民间佛教，比如像台湾的星云啊、圣严啊、圣严啊，和中国大陆现在兴起的民间佛教，它的影响力肯定要超出儒家的。基督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伊斯兰在各个不同的地位，但儒家的其他我们现在暂时不说，有一个思路，我现在非常关注，可能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线索。这就是你刚讲的那个仁爱的那个人的问题。仁爱的，它是一个人群。如果用现代话讲呢，它是一个通勤。儒家这个人学，它基本上是从这个不忍开始。我不忍我的这个父母亲受苦受难，但是我可以忍一个路人，因为我不认同。但是我能够推，这个推呀，推己及人的推，把我对我父母亲的这种情况往外推，甚至路人呢，我也可以有所同情的，这就忍。每一个人都要向外推，这是儒家最基本的精神。可是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好是不是从这个叫不忍到忍，我先是不忍的人到那个能够忍的，我也变成不忍，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精神。革命精神正好相反，鲁迅讲是横打落水勇，就要忍，忍什么呢？忍，你应该忍的，你敌人如果那狗起来还咬你。但是任何另外呢，你要忍跟你长期合作但是路线不同的人，要跟他划清界限，然后再要忍什么？忍跟你可能是这个至亲好友。最后要忍什么呢？忍我们一般人不能忍的，就是你的妻子之间的界限，多划清。剩下呢，就是纯粹政治化的一个政治斗争。现在中国主要的人多半是受这个力量影响，所以你不相信任何人。第一个没有信任，你都自我中心。另外呢，你家庭本身虽然有情，那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家庭不是真正的温暖的家，是一个利益集团。父母亲对小孩都是投资，小孩对父亲的各方面的时候也不投资，对不对？婚姻也是 ，everything is calculated。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忍的这个社会，所以人的这个观念要开，人是一个主体性。那么一般讲人呢是一个社会性，叫高兴建议看的话都不高兴，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现在这个从马文从这个郭店出土的人物，这人字你知道，古字应该怎么写？你们大家都不能想到，人字在古代真正的原来应该这样写，
生气，这就是在《说文解字》里面，在《说文解字》里面，取胜就把人写成这样，但是呢，它里面说啊，还有个古字，他不认得。这个古字呢，它叫谦心，上面是一个谦字，下面是一个心，他这个字他不认得。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谦，这个字呢应该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身心，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从孟子讲起来，都有恻隐之情，恻隐之情就是同情。这个同情呢，就是我们现在你即使麻木不仁了，但你看到有这个有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面，你有种感震撼，你看到这个车祸，你有种震撼。这种心，汶川地震出现，那么然，马上给中国人的那种同情的那种情，马上就出来。你知道，中国人就是有这个情，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情。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和谐的关系，慢慢做，可以。仁义礼智信的很多观念，怎么样能够带进来？当然，这不是一个浪漫式的做，这个要法律制度怎么建构？第一个重要一定要以身作则，就是真正的道德说教是要对上不对下，比如雷锋精神你提出来第一件事情，党中央的每一个人的先奉行雷锋精神，那下面的其他的党支委了慢慢的下都是雷锋，你像雷锋之前老百姓做，你上面那一批看毛泽东的就最糟糕的，就是他一点修身的这个需求都没有。当时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到处都在造他的最豪华的公寓。那么毛泽东，我看了六个小时，描写他的青年的时候，他自己写的东西，他拿到的稿费，他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让他们做官，太好了青年。后来一想，毛泽东喜欢旅行，他又不坐飞机，要旅行又坐火车，火车他随时要坐火车就坐。火车一动，全国的铁路系统环绕着毛泽东这个火车来动，整个国家的资源就他个人的私产一样，这太可怕了。所以这个叫做推讲多了啊，但这个就是说，你从这最平时的个人的这个情理向外推，这个儒家这里面的资源多。那么另外关于民主的问题，以后再慢慢谈，因为现在民主有两个。都是跟哈佛有关系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个是熊彼得，熊彼得理论的民主是要选举和多党，没有选举没有多党不能是民主。另外很多人的卡多也起先提到，现在马萨森我也接受这个事 Michael Sandel， 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民主是一个 public reasoning 的问题，就公共性的扩大，中国现在是走了这条路，而且会不说一定成功，也就是说所谓公共性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寻求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就不是完全一个少数人的利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形成一种共识，那么这个政策的形成要靠这些共识，所以这个和这个什么贤人啊精英啊都有一些关系，所以你怎么走出一条民主的路来，因为民主的这个范围很多，这中间儒家的资源啊，儒家有很多限制民主的这个乌糟糟的东西，包括这个裙带关系啊、走后门啊，我们叫做关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那些问题啊，都很多。但是它也有它非常深刻的一些内在的资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啊。还有这个政府的领导，就是越有钱、越有权、越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对整个社会的福祉有责任感。这个在很多地方是比那个人权的论说更能够促进民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亿万富豪，你是无家可归。我尊重你的人权，就是你有说话的权利，你有结社的权利，你有宗教信仰的权利，你也尊重我的人权，我和你没关系。假如我愿意拿出一块钱来帮你的忙，我既没有道德的需求要我这样做，又没有法律的限制需要我这样做，我就是一个利他主义，就等 Bill Gates 他突然一下顿悟了，他愿意做，他不做的话，他还是很好的。这个守法的、受人尊重的公民，那成千成万的那种亿万富豪，他没有任何这个可能。所以这，但是在儒家的这个论说里面，不可能，因为你之所以有钱的话，不是就你的关系，还有很多不是你的
影响你所造成的社会，还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家，所以你必须要，日本就是这样，日本的这个最有这个他这个 CEO 的最高的薪水和这个最低的中间差别是大概六倍啊、七倍六倍这样，美国的可以一千倍，这个完全是不可能。嗯，朱教授您好，您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当年你在哈佛的时候有一门课叫 Life History and History， 来探讨关于 identity 的问题。就是其实在中国，就像我们如果在国内念的本科的话，就像你说，就非常浮躁也非常功利，就没有经历过这种 identity 的认识，或者说自我的一个寻求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所以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如果要寻求转变的话，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样已经大概二十多岁的学生，怎么样才能重新的找回这样的 identity， 或者说，能找到一个会比较合理的价值取向？你再继续吧。先提几个问题，或者。再问一个问题，啊，您最后。哎，杜老师您好，这个我在最后一站。是这样的，星期的这个，包括星期，星期我也听您的一段，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文化中国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特定于中国和中华文化语境上的一个 category， 还是一个在这个关于认同、关于身份研究的？这个普遍的意义上的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一个范式，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文化的中国的概念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拿它去，理解其他的文化的群体？我不想说国家，因为国家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概念，就是能不能拿这个去讨论其他的文化群体？这个问题。这样，我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回应，因为我在。是昨天吧，还是前天？我昨天在那个哈佛燕京也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英文的。那么赵丁阳嘛，他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文化中国是不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就是你讲文化中国，人家没有讲文化美国，就人家是强势，你是弱势，所以你用这个文化中国来就一种防御性的自我说明。也就是你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特殊的在中国文化的现象，它不能推而广之。我的感觉不是这样，比如说是美国，我现在讲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这是普遍的。文化中国这个观念来了解文化认同，这个可能跟中国现在我所了解的现况有一些关系，我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文化认同本身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Huntington 有名的就是文明冲突，但是 Huntington 在文明冲突以后呢，他做了十年吧，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Who are we？ 就是我们是谁？就何为美国人？就这样一个意思。他担心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我们说基本上右派，担心第一个叫做文化多样性，我们 cultural pluralism 或者 multiculturalism， 非常担心移民，因为美国你知道。以前我们叫 WASP， 应该知道这个观念，对不对？这个现在不能流行了，但是这个是一个主流的观念。这个 WASP 就是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就是白的 Anglo-Saxon 的这个新教，这是他的主流。Huntington 他们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主流。就美国如果他的新教他的白人
就是 Anglo-Saxon 就是英国来的移民，这个价值取向改变，那美国就改变，又从美国从头开始这几条方向。那 Multiculturalism 最大的挑战是来自西班牙语系，但是不是一般的西班牙语系，就是墨西哥所代表的西班牙语系。所以比如说现在2100万的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因为能够给他们那个公民权，奥巴马当然碰到最大的问题，所以这是他的认同问题。所以美国的认同问题，中国这个不会很担心的，中国不会担心说我们这些汉人的认同出问题，因为每一个都好像都是汉人，对吧？而且汉人的本身也是一个 composite， 你说是蒙古中国的汉满蒙古藏，中国这个融合，中国不出这个大问题。另外，美国有很多的国家，包括伊斯兰的很多的国家，对这个宗教的认同很强。中国在这一方面也有它的特色，中国是一个宽容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讲三教。现在我说三教已经够，我们说基本上是五教，除了儒释道以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基督教从这个唐代的 Nestorian 叫做景教流行碑开始，那么伊斯兰教当然是从这个至少元代以来吧，可能这个穆罕默德这先知的第一代，他的学生中间就有人到中国来，因为在这个《可兰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要追求知识，即使要到中国，我们也一定要追求知识，所以很可能他的这个弟子以前的。那么在这方面讲的认同的问题，我相信是一个普遍。那么文化中国的认同，那文化中国的观念，他们说哦，没有文化，美国有。就 Joe Nye 一天到晚现在讲的 soft power 就是，你说美国你完全靠它的军事、靠经济、靠政治是不够的，一定要靠文化，所以才叫软实力。法国的那个观念是更强的，啊，法国现在是这个一般的，啊，法国的知识精英呢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特别因为英语的那个影响力太大，啊，另外你想是。很多地方像这个比利时啊，这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么，文化中国，对主要碰到这个认同问题。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也期待，它是一个开放、多元而且有自我反思能力很强。这个就要牵扯到我们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倒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和这个日本、韩国。民族主义啊，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文化中国怎么样处理？日本开始接受儒家文化是在亚沙基安山，大概17世纪，一直发展下，它没有断。所以赖斯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日本学者，就是说，70-80%的日本人都是相信神道，那么另外70-80%的日本人都是相信佛教。相信神道又相信佛教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人是不接受儒家文明，所以他这三个他们的三教就是神道、这个佛教和儒家文明。基督教在日本大概没有超出3%，所以影响不很大。韩国现在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大，但是韩国呢，我刚刚提到就是最像儒家的社会，就是最属符合儒家的社会。一个象征，我们叫做象征符号，一个象征的符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看过这个人民币，对吧？人民币大家都看出来这个形象是什么？这个是韩币。我以前的时候啊，身上一大堆，像你们人每人都送一张。这是1000块钱的韩币，1000块钱的韩币是人民币的10块钱，是美金的1块钱。上面的那个人物呢，就是李翠西，我们叫李翠翠。李翠西是李化，就是韩国的主席。你仔细看那个后面那个，就是他的成军馆。成均馆在又在中国讲究太学，
我叫郭子健。所以这个是，然后你再仔细看下面三个字，这三个字很重要，叫做名人堂。名人堂就是，它是每年9月28号国子诞辰的时候，在名人堂祭拜，多半是韩国的这个外交部部长，我们更高的官。所以这个，你如果是1000块钱，是每个人都每天看，小孩看，他看到这个形象就是你提起。所以在你为什么我们看到韩剧，什么大长今啊，看到韩剧的时候，都感觉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形象，比我们那个一般的这个韩剧一般的这个戏曲多很多的，因为他这个文化确实，所以他能够，我们叫秋扫，就是中秋吧，这也给他们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叫做非物质遗产。再下来，我相信这个汉医，中国现在说中医是伪科学，但是韩汉医呢，很可能又变成他们这个非物质遗产，所以他这个主动自觉的问题没出来，我们没有。我们的民族主义不是建构在一个深刻的文化认同的里面，我们的民族主义或者国族主义是建构在这个抗战，就是可以说官方吧，一般处心积虑把抗战的这段历史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是合法性，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你不管是从电视剧、从电影各方面，这个反日的情绪特别强。我在1980年回去的时候，感觉那你一打开电视都是这个抗战时候，那现在一样，而且越来越多。其他的电视剧啊，各方面你要过关很难的。你要说我是骂日本人，那我绝对。像这样一来，最近你知道网民有个反弹，最近网民有个反弹，就说你这个太不对了。你现在弄一天到晚就是日本所有的坏事，就是 demonization 的加，有这个是在北京嘛？日本人和狗是不能来吃饭，有这样子的反应，我就很不健康。那么这个情况怎么能够你？因为我们现在在外交上面，你从韩国、日本到菲律宾到越南，都有问题。可是这个会解，这主要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和美国的这方面如果得到了某种的默契，这个会解，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这个中国当时疲于奔命，你跟所有人，菲律宾每天你跟他吵，越南也去吵，人家越南在那边住了十几年的那些小岛，他们十几年都在那边铺垒。现在我们如果一看我们的地图是我们的，怎么办？钓鱼岛，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我，在如果。真正了解这个钓鱼岛，我们叫做钓鱼台运动，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 Princeton 开始，这个钓鱼岛运动为什么变成爱国运动，这里面非常深刻的理由。这个事件对所有的政府，香港的政府、台湾的政府、北京的政府、日本的政府都不知道怎么办，都被政府不能控制的民间的一些团体力量所加持。这个弄不下去，将来一定要解，大家解。以前那个周恩来讲过这个话，现在这个如果把他那个话公布的话，那就简单了。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堆石头，你去吵他干什么？当时周恩来就想中日的关系怎么样建构，很重要。邓小平也讲得很好，这些东西都我们这一代的人是没有智慧，那下面以后几代的人去解决，我们就共同开发。现在你把主权的问题弄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讲说共同，一讲共同你说你对你主权放弃了，不行，你到后来将来一定放弃，除非你就先去打原子弹，怎么可能呢？小的这个冲突是一定有，越弄越糟，经济上的损失，这个什么大的损失都有，所以慢慢会淡化。但是我说长远来看，中华民族一个文化兴起要变成世界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你要对世界有责任，你要做这个事情，那你要摆出一点气派。我们现在这个气太不顺，那么你这个过程的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在更宽广的一个论语里面来考虑。你现在考虑什么呢？国际秩序如何重组的问题。
这个整个人类的生态环保的问题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第一代人才看到了地球，我们是对它的这个矿物植物这个水源土壤空气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连小学生都可以看得到，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中国上一次在这个 Copenhagen 是最丢脸的一次，大家很骄傲，我们去一个极笨的一个外交方面的人说，哎，你看我们成功了，人家要我们出钱，我不出钱，人家说，你说你人家出这样的钱，那个还不如就摆个棺材板呢，那个钱的时候，那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呢，要出钱来处理，要出很多钱来处理这个生态环保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出。另外呢，我们有权利再进行十年、二十年的污染，等我们所有人都生这个肺结核以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奇怪的一种观点。这是你自家里面，就北京现在大家很敏感的地方，我们家你们在 Cambridge 很舒服，我们在北京的人，每天是惶惶恐恐。你这个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你那么傲慢的行？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外交界要出现人才。你完全，我觉得这个气派要大一点。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隘的一种零和游戏里面在处理问题，根本现在完全不是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二。最后呢，你关于那个认同的问题 ，life history 的认同问题，我就是认为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一般讲我们要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我们已经学会德国那是了不起，但是我们至少开始要面对我们自己的黑暗。你看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严格的说是唯一的有古有今而且历史是源远流长两三千年的大历史，而我们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记忆是缺断的，特别从四九以后，第一个我们患了严重的健忘症，然后是遗忘症，然后是被强迫你忘却，真正强迫你忘却啊，比如说是这个现在一般的大学生二十年的历史，就中国二十年来的那个历史已经很模糊了啊，如果弄到文革的话，那已经是这个古代史如果再弄到鸦片战争的话，那是远古史。就没有一个历史记忆的民族，就是你没有历史记忆，你就没有自由。你不能够面对你这个黑暗，你就是一屈辱，你就是靠我。所以这个是大问题，这个是整个民族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自觉。政府很明显，他为了维持他的政权，他有太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那个整个知识界完全顺着他的这个。这个舞曲起舞不行的，你的知识界很宽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文化中国，你这个问题你在北京不谈，可能在广州他可以谈，在深圳他可以谈，在香港可以谈，澳门可以谈，台北可以谈，你什么地方都不谈，在新加坡也不谈，在北美也可以谈，这中国人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世界，我们都有责任，都可以谈这个问题。就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关于那个文革，就关于那个三年困难期的那个书。现在如果照着 Warden 讲，就是现在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到现在是最大的悲剧。我们连我们自己家里面出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一天到晚讲日本人的那个南京大屠杀，确实是最狠的、最惨，毫无疑问。但是我们自己的那些悲剧不是不惨，到了吃人的人吃人的这个地步，这还算一个民族吗？还算文明吗？这我们怎么面对？所以这个是值得进一步做。谢谢那个杜先生的演讲，我需要很恭喜。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刚才讲到这个文化中国或者是儒学是在八九年以后是一个比较这个发展比较快的，你也被称为这个新儒学的代表。那么八九年他之后他这个兴盛，除了可能对您个人的贡献分不开以外，可能还更大的原因是政府，因为八九年六四以后。把作为一个新儒学，作为一个反西方、反民主的这么一个力量来去做的。那么，我就有的问题是，您怎么看待这个新儒学或者说这个文化中国跟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文化中国和新儒学
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当中，他扮演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再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重。在这个1982年，这个韦振通，他是这个中国论坛的主编，那是台湾的联合报所组织。他那时候找了一批学者，这中间包括在美国包括余云时、林玉生、张浩、刘树先、金耀基、傅伟勋一起到台湾，考虑这个就是所谓新儒学对台湾的民主化和新儒学进一步发展。本来我是被邀请，但是我没去，我做了录音，那个他们后来没发表我的录音，我跟他们观点完全不同。那么当时的一个结论，两个结论，就回应你刚刚讲，第一个，这个所谓新儒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现象 ，historical moment， 它已经过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民主进入现代化，新儒学不起作用，所以那个金耀基讲的它不相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相干，大半是儒学跟民主是不相容的。那么有一个学者叫白鲁旭，是很有名的学者，鲁迅派很好的，因为 MIT 的学者，他用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就是说儒家的民主 Confucian democracy is oxymoron， 就是一个自相矛盾，就是一个这个虐待的仁慈，或者说是暴力的和平，因为儒家是权威主义，民主不是权威主义，这个当然我完全不能接受。首先要说明一点，一个人呢，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思想性强的人，最讨厌被人家定义，你自己要自我定义被人家，但是被人家定义以后，你基本上逃不出来。所以信息，我的很明显，信息所谓 message， 不是你讲出来的，是人家听进去。就等于信息是你这个孩子，孩子是你生的孩子，但是他将来怎么走，他将来可能是就批评父亲，比如他将来走走，你没办法控制，你是希望他好，但你没办法控制，所以信息上面。新儒学，在我讲起来，这个本身那个名词是大有问题，我就很不喜欢新。你有没有新基督教？有没有新佛教？因为一出新的话，马上就有，我是不是新儒教？我是后新儒教。那个，有那个陈东英，也是在哲学的，我不是新儒家，我是新兴儒家。我说你是新兴儒家，我一个朋友现在叫自己是新兴新儒家。所以这个新本身是出问题，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在1987年由方克利所。